我不陪酒，不会喝酒没事，哥哥教你。你干嘛呀？哥哥教你。呀，朋友，他只送酒不陪酒。你说老几啊？老子的事情还有你来指手画脚？你看，我怎么死了？吓你够胆啊！知道我是谁吗？我等着，兔崽子。 先生，哎呀，这可是我的，你知道他是谁吧？他可是何敬长的二公子啊！怎么了？咱们开舞厅的谁都得罪不起啊，何戏生财嘛不是？让他来找我吧。站！这么小，这臭小子还真有几下子啊！哎呀，你昨天晚上没来，昨天晚上他发威可厉害了。站！ 小雪给带走了，峰哥，要不咱报警吧？报警有用吗？沈先生，我还没必要跟何公子过不去，不就是一乡下丫头吗？让小雪陪她两天，玩腻了，她自然会给你送过来。敢在这里绑人，就是不把我沈慕风放在眼里，我不管他是谁。 没错，何公子就是把小雪带这儿了，你快点进去吧，我可害怕，不敢进。 哎呀，现在怎么办？送老娘回去。那个姓沈的来了没有？来了，已经开打了。好，好。
好身手，比当年的马永贞还厉害啊。阿成啊，你去试试。是。小子出手也够狠的，再打下去怕是铁成要被他打死了。先生，还让阿青上去跟他试试。不必了，可以了。这小子是个人才。阿东，赶紧出马了。是。认识一下吧，我叫邵雪彤，恒会会长邵逸夫是我爹。